三段啊，刚才打到打锤了啊。那么这个啊，就是这个上炮段，这个然后一转，所以这个跟这一个是其实是一样的啊，跟这个也是一样的，就左右的变化啊，前后左右的变化就这个就是花金啊，记住右手就是要后左滑，所以这样这个肩跟这个滑，这个肘跟这个膝，手跟这个脚啊，手跟腿啊，你看要这样。所以它前面这个部分都是要站桩，就是练功的啊。所以拉扎一我们要站桩啊，单边我们要站桩，白鹅亮翅我们要站桩，楼西亚步我们要站桩啊，这个搓出我们要站桩，然后上三步就没有站了啊，因为是连续的啊，然后打锤就要站桩了，打锤怎么样站，这一边右边这里我们上炮弹啊，这个中线走到那边，眼睛往前看啊，这时候这个头啊就不动了，眼睛往前看就不动了啊，就这样转，看到了吗啊，这样转啊，一转到右边右滑要往这边扣啊，肩膀跟胯和肘跟膝盖和手跟脚和啊，就打出去，打了出去以后就这一边了，这边九十度，这边也是九十度，那么这个力由腿来发，所以这其实是这个滑把这个肩拉到那边去啊，这里这样拉，这里收回来的啊，这里是这样收回来，这样收的啊，就这样打出去啊，所以它转，这里转就这个意思，那丹田内转就是这样转出去，这样转出去，这样转出去啊，这样转出去，这样转出去，就是练发劲，发劲呢是第五个部分。所以第一个我们现在做好的是往左转往右转，第二个做好的是往后转往前转，第三个上步，然后第四个就是花劲啊。然后第一部分要分开来讲的，这个一定要把它练好啊，这小架的大架的是这样的啊，也可以传不下去，布雷架就是这样下去，每一个动作这样下去啊。现在我都不行了，小腿肚这个肚要放到地下上面去，我都现在就做不了了啊，就这样下去啊，单边这样下去啊，然后再走，我就这样了啊。后退这个要走到这边来，肩要到这个膝盖。或者更低，三七寸靠，这肩膀啊离地下七寸，按照针灸，这里三寸，这里三寸，两掌再加一寸，就这么低的，把一个铜钱放到地上，那个羊肉铲就是用个口，把这个钱用嘴巴拿起来，就手就这样拿了。这个撇身锤背折靠这个动作其实也是走这一个圈啊，所以这里大概15分钟，每一个桩大概站1到2分钟，就是其实这个无极了啊，肩膀要松下去啊，肘要松下去啊，然后胸肋丹田开垮以后，两个膝盖往里扣，两个大拇指往里扣，就这样站，然后数呼吸啊，胸肩的时候一个呼吸，胸部一个呼吸，沉肩坠肘一个呼吸，等等这样下去
啊，所以每一个这样，你大概走一两个呼吸都已经不得了了，啊，大概15分钟。后面的呢，啊，就是小焦，啊，因为它里面你看了有一个小式的，啊，这里总共有多少式，多少小式，啊，从云手一直，啊，左踢腿、右踢腿、左蹬腿、右蹬腿，那些都是小招来的，而且要连贯，不能断的。所以前五部分，前五部分就要站桩，后部分就要连续的打，就是所以这个前后啊是有分别的。都不知道讲了多少分钟了啊，讲了5分钟，还有10分钟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13式是非常重要。我们练的究竟是什么？然后后面呢，练的就是讲相对的身法啊，比如说这个二起啊，是这个飞身法等等啊，那个背折靠是斜身法，背折靠也要站桩啊。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闪通背了就没有站桩，不可能站桩的，不能断的嘛。然后闪通背以后就要打锤。就是一翻过来，啊，就要打锤了，所以有时候一翻，啊，就打，就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啊，所以这个呢就自己去体会一下了，啊，这个整个套路，这是应该是太极拳应该是最有。应该说是因为这大概100-200年前嘛，所以这个套路它最好的地方就是那个长度，还有它分的段是最合理的，啊，比以前那个戚继光的那个长拳呢，因为戚继光那个长拳不是32的，32只不过是抽出来的32个，它还是更长的，那个太长了就不好，有一些短拳的太短也不好，啊，就。所以这个套路它有一个起势，有一个收势，啊，这是这里面这个是最合理的一个长度，啊，它传理合不合理呢就无所谓，因为都一样的，其他的传理都一样，啊，只是它的长度是最好的。那么我比较熟悉的，除了太极以外就是形的，形意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心一把。所以刚才说的昨天晚上说的这个归宗啊，其实这些套路都一样的，还有一个咏春拳我都忘掉了啊，基本上都是一样，不过太极的基本上是左右，他咏春呢就是前后，就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就是红拳那个也是一样的，比如说铁线啊，那个五合相双形啊，它里面讲的东西要求都一样的，不过就是南方和北方的这个方言不一样啊，这个叫手争，就是右这边一个争夺的争 啊，所以它是成争对搏，它是这样的，所以它是这里是对的，这个肩膀跟这样，它里面讲的东西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归宗还有这个13式要做到的东西啊，那么今天到这里了啊，谢谢了。